现在来的是马拉维现在已经建好的目前最大的那个超市 ShopRite， 然后现在这个超市已经比较现代化，规模比较大。那具体我们现在外观先看一下怎么样？这个目前是最大的，嗯，看上去已经很现代化，对，嗯。大部分国家还不错的国家的，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。这个看起来非常大，这家长点什么样子？停车场也很大，很多棚。这个是什么时候大概建的？你知道吗？这两年吧。哦，就新盖起来的。拜拜。现在就在那个。最大超市的那个里面一家店铺，是。那我们可以从这家店铺有多大，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大。随便一个店铺就这么大。而且可以看看整体的价格，来判断一下这个地方到底高不高端。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去那个什么，去那个博物馆、文化中心啊，他也卖这些东西。哎，你看这个猴面包树，这一棵猴面包树。这就稻草那个，其实这边也有红面包树，是啊，也有红面包树，2020块钱，20块钱，这个就便宜。找一个接近于那天我看的那个工艺品的，可能我比较能够直观的对比出价格。这个很像那个《权力的游戏》里面那个仙姿，仙姿那个树，小仙姿。哦。那这个设计的很酷哦。对对对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应该很适合那种很工业风的咖啡馆什么之类的。现在让他算一下大概这一套多少。都算均了。太多了。太多了，有点复杂。主要是外国人算数不到。白人应该好一些吧。它这个是不是汽车上的部分吧？ It's from bicycle or from gali motor. All this device mix. Yeah. 它就混合什么都有。那还有锁也没看。这是锁。废旧。Padlock. All second hand. 把不同的机械焊接在一起。Second hand make it. Yeah. OK. 两张，一张双人椅，两张单人椅，然后一张桌子。差不多9000多。哦，那还没加这些。已经打了折。哦，这个是一样的。已经打了折，它就有几套在这里面。It is dead. Where is the light that would play in my street? And where are the friends I could meet? Where are the girls I left far behind? The sticks and the spades.这里莫桑比克的螃蟹5块钱一只是吧？5块钱一只。好像跟青岛的梭子不大一样。不一样，这不是梭子蟹。嗯，这跟那种鲟、那什么差不多。哦。嗯哦，台湾是处女鲟。嗯，什么鲟？处女鲟。处女鲟。嗯，台湾有一种很好吃的螃蟹叫处女鲟。是不是壳什么各方面跟这差不多？有点像、那个好甜。然后鲟本来就怎么样？我问处女鲟有处男吗？说处女鲟没有处男。肯定，为什么叫处女鲟？它肯定蟹黄多一些嘛。它就都是母的。嗯，对。那应该叫妈妈鲟呢。蟹黄多，它就撑的那个壳要胀开了，蟹黄很饱满。这边多少钱？5块。
一只。五块一只。我看他们有一盆，你可以去拍一下，一脚盆。你可以拍一些活的吗？很甜，真的很甜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爷爷搬鱼，我不晓得还有谁，多少人，其他这种什么，你们的鱼会叫搬鱼吗？什么叫搬鱼？就是下完雨之后，就自己做的那种自制的一个大的网子一样的，这样子撒到河里去，然后就可以捞很多的鱼上来。然后那个时候还会在河里还会有螃蟹。哎，我吃不下了。你还要看我吃吗？好、哦。还要拍吗？还要拍我自己吃。你去拍那些生的螃蟹，拍一下。嗯嗯。走，你带我去看看。走。就在河边。走。有人摔一下就好一些。这螃蟹不大呀。嗯、那个不是螃蟹，螃蟹不大。看看看。第二圈慢慢。哎呀。哦。哎，螃蟹挺大的。哎呦。没有钳子啊。吃的很累是吧？嗯。它敲了一下吗？还好，现在壳已经脆一些了。以前那些壳很硬、嗯。你可以吃腿吧。我觉得你吃腿就好了。酱也好吃，炒的也好吃，裹一点蛋，那个很香。你不觉得螃蟹好吃，就是因为你要咬它，你不那么容易吃到这个肉。像那些大腿的猪肉什么的，就是它大坨大坨的，你也不需要去啃它，然后你就能吃到，你就觉得没那么香。所以就是你口水得到了充分的分泌。也不是吧，你在咬的时候你口水就分泌啊，所以就甜是吗？所以你觉得好吃啊？像我也爱吃鸭肉，我喜欢吃带骨头的东西，如果不带骨头不用啃然后就可以吃到，我觉得没那么好吃。总算有一个吃饱的了。吃饱吗？有一个变动。哎呀，就剩一个人了。你是要记录到最后吗？不是，因为螃蟹肉很少啊，你不可能吃饱啊，你只会说啃饱，吃光就啃着，不想啃呢，啃的过程中又消化了呢。我觉得还可以，给我倒点吧。太甜了。我觉得饮料的通病就是太甜了。他加了糖的，他加了糖。你记不记得那个Nancy 他们德国不是他们那些家庭每个人都分了几棵树，然后树吃不完，他们也不管你，也不施肥，就给天生天养，然后那些苹果长得都很小很酸涩嘛，然后都卖给做果汁的，他们要加糖。哎，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国外有些地方的果汁的那个价格便宜啊？有时你到进口区也会看到，那样一瓶大的果汁才10块钱啊，是吧？嗯。嗯。满足。牺牲了这么多螃蟹，换来一句满足。你的耳朵哪里买的？在马拉维最大的商场里面有一个，欧美的人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，开的一个手工艺品的店，然后有卖这些耳坠，每一副都不一样，挑花眼。我觉得这个绿色的
很马来维国旗的味道。然后试戴了之后，老张同志表示好看，我就买了。好看吗？嗯，挺好看的，绿色很醒目，那其他颜色都不太鲜，都不没有那么鲜亮，是有点发乌。是他们这边整体色调就是有点乌乌乌的色调，是因为泥土太多了吧？月亮都变得很乌。月亮很大很大呀，很美的月亮，好美，好大好大。比较大，嗯，拍不出来，但是确实挺大。他说你又在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了，我可没说这个话，你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。你刚刚说比较圆比较大，那你不是在分析了这里地势比较高吗？嗯，月亮永远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比较亮，越是故乡的。对，其实都是一个月亮，你们知道吗？嗯，就是一个月亮。真的，南半球一个，北半球一个。我想关机啊！你关嘛！我今天认真吃螃蟹是上万年的事情了。那你 ending 一下吧。ending 吧。吃过螃蟹还要 ending 啊？那我给大家跳个螃蟹舞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Bye-bye.